吴木耀40年来一直住在乌敏岛，到如今，他每天的生活还是和采石脱离不了关系。虽然妻儿都住在市区，他却宁愿独自在岛上过活。 接叶贵一家人搬离乌敏岛已经12年了，但是每年农历4月和7月，岛上举行酬神会时，他们总是要回来上香，一来祈求全家平安，二来也想和老街坊叙叙旧。啊，白兰地。 阿旺客机一生靠捕鱼过日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转行。39年来，从没有离开过乌敏岛。86岁的黄琦，近年来较少出门。虽然夫妻俩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对左邻右舍的事情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因为他们南下之后，就是在这里扎了根。我1950年我就来了，我来的时候我两公婆来的时候就9月10几啦。 我就到呢山头啦，到呢山头就割树啦。呢树就叫做南方苑啦，啊！我做落去呢，而家就做翻公司工啦。嗰时阵啦，啊，天光早呢，就2点半咁就起身啦，3点就出门啦，3点咁就出门呢，做到。 天光8点9点就咁就割得晒啦，日日割啦，就割2份2个时候啦，一日就割呢时间，一日就割完啦。家落雨就被水冲去沟，冇希望嚟噶咯，窿中半针都冇噶咯。 割胶行业在50年代因寒战爆发而生机勃勃，到了60年代，由于胶价下跌，一片胶林再也维持不了生计，黄琦夫妇俩只好弃割胶而改行。今天，黄琦还是住在老地方，但是曾经一度是胶工们打牌聊天的木屋，却随着人去楼空而变成一片荒芜。 记忆中值得回忆的，值得等待的，或许是数十年来从没爽约的酬神戏了。潮语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方言，因此潮州地方戏曲顺理成章地被请来答谢神恩。 岛上不论是哪种籍贯的华人，甚至是马来同胞，每年都会自动筹款邀请大伯公观看大戏。大伯公这位新马社会独有的神灵，打从华人开始踏上乌敏岛之后，就成为家家户户供奉的神明。 大伯公原本供奉在距离码头不远的一座古朴小庙里。为了从古庙中探索乌敏岛早期的历史，我国档案馆人员前后2次专程前来，研究安放在古庙内外的2块古碑，并将碑文拓了下来加以考证。 这块碑文是在光绪33年，也就是1908年，肃立在庙旁的，到现在已经有82年了。根据上面的文字记载，捐款重修这座庙的人将近100家。
由此可见，在本世纪初，许多华人已经居住在乌敏岛上。另一块碑文则显示，在121年前，岛上的村民出钱造了这座庙。至于乌敏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烟的，那就无从考察了。乌敏岛位于我国东北部，距离新加坡只有1.5海里，乘搭渡轮只需要花15分钟就可以抵达。它是我国第二大岛，也是目前我国有人居住的岛屿之一。由于岛上蕴藏着丰富的花岗岩，所以马来语称这个岛为 Pulau Ubin， 也就是石岛的意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新加坡开埠后17年就被殖民地政府看中。1836年，殖民地政府将印度死囚运往乌敏岛开采石矿，直到1867年，当这些囚犯遣送回印度之后，采石工作就由华人劳工取代。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华人迁移到乌敏岛，甚至在岛上落叶生根。就如接叶贵的父亲接龙早年自中国南来之后，几十年来就在乌敏岛以采石为生，死后也安葬在岛上。虽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是父亲生前采矿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眼前。好了，都干好了，差不多好了。好的，今天吃饱没？好，吃饱了啦。自从我摆美食饭嚟，我都成个人都烟晒，跟连作连烧呢个火药都冇嚟，争啲俾火药炸死。比接叶贵的父亲迟一些加入采石业的吴木耀，也忘不了过去的日子。真正辛苦啦，一个拍啊，好啊，接挂的今日都老火，哎，趁这是无平啦，大家嘛是来卡苦。我到新加坡是登车机啦，所以我个梦多呀，因为这个月也趁几只五两人有宝有囝，未够开，所以就走来这个做工啊。好少我来。初头咧，那是做公司工，就啲六口子，啊六口子了，够讲后尾就卡接，就要成十口啊，生活的贵，咪就够几人搬来咯。无做工就无累啊，股市是安尼生啊，像顶惊个就是惊破病个机器派，机器派咱就无好谈啊，破病未晓做工又是无好谈。股市个拢是百万人啊。是用人工，唔是中间机械货，少无少啊，无行声啊，做饭就当爱关笼啊，卖做啦，卖做工人咪什么无糖咯，要工会开会就当派我去做退票，当出去个头家糖盘啊，糖盘我个头家呐，落价啊，去落价啊，而家较好注意啲啦，安尼生啦，卖定注意啲到行声好了，就去改了，再用来去海用啦。在60年代，采石工人一度因为不景气，自动要求减薪。到了80年代，一间又一间的采石场先后关闭，从事采石这行的人越来越少。目前岛上只剩下2间规模比较大的采石场，它们是坐落在岛东北面的资源开发局和西面的益华采石场。目前的采石业和早期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过去不论是榨石、敲石和搬运，全用人力。现在大部分作业是以机械代劳，使到员工人数大大减少。就以这个采石场来说，
过去雇用两三百人，目前只需要五十人左右，而产量还比过去多了十倍。采掘花岗岩不但是乌敏岛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也为新加坡本岛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华采石场每个月就将七八万吨的石子运往新加坡，供填海、铺设道路和建筑等用途。目前在乌敏岛从事采石的工人不超过两百人，其中只有少数在岛上居住，大半的工人是每天搭乘渡轮往返本岛。另一方面，近年来岛上许多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也纷纷往外跑，到新加坡本岛找工作，在市区成家立业。在乌敏岛长大的新一代选择离开这块故土的原因，也许从杨和发的例子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和发在岛上出生，在岛上读书，小学毕业之后曾经一度到奎龙捕鱼，后来又回到岛上当维修工人。我喜欢乌敏岛工作，因为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因为这边靠近家里，会比较容易方便。结婚后啊，我会住在乌敏岛啦，一三五初七二十六在这边啦。有家庭啊，没办法啦，我有几个朋友年龄是跟我一样大啦，现在结婚了啊，就三到万了啦，哈，全部跑掉了啦。他们有结婚了嘛，有家庭了咯。我自己工作时候还有时候回家啦，吃饱啦，看电视，偶尔去钓鱼这样啦。你等一会你有什么办法？去等我。去等我。好累哦。一向来乌敏岛上没有电流供应，近年来随着岛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各自购买发电机，所以入夜之后岛上一样有电灯照明，一样能观赏电视节目。最近乌敏岛也成为年轻人度假的好去处，尤其在德光岛被征用成为军事训练场地之后，每到周末或假期，总有一批批年轻人到这里寻找新的刺激。出发了！没有没有可以抓。很臭哎！你用爪子打到这边，我打到我手上，打到这算。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搭营帐，试试露宿野外的滋味。也可以在岛上唯一提供住宿的绿野山庄住上几天，感受这里的悠闲生活。乌敏岛上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这里没有自来水，从水管里流出的水原来是从井里抽上来的。在1981年间，由于天气过于干旱，岛上的水井全都干涸无水，当时还需要从新加坡本岛运水以救燃眉之急。一百多年来，这种靠井水过活的方式始终没有改变。我写了条高规章，你老本行了啊，那是有政府有水灯来噶，有电来就更好。我写是无可能的啦，因为当年也难经济了啊。尽管有些不方便，
但这里淳朴的乡村景致却吸引了不少城市人到来露营或野餐。对于这些过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乌敏岛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好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塑胶园里背着很沉重很沉重的包袱和我的伙伴们远足，也是我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在塑胶园里过夜。嗯，我觉得一个很新鲜的感受就是我在榴莲树下捡到一粒很大粒的榴莲和我朋友一起品尝。问题主要是这里没有公共厕所，我相信如果政府会建设一些厕所的话，我看是会吸引很多很多学生来这里露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乡村风味的地方，吸引很多人来这边露营。我希望新加坡政府能保留这里的乡村风味，让我们来尝试一下与都市不同的生活。You want to keep them alive, very simple. You get an aquarium. You put the seawater, you put aeration pump, light. And they use the mentor to polish their shells. Thank you. That's it, the thing, right? Yeah, it's coming up, okay? 年轻人的到来为沉寂的乌敏岛带来久违了的欢笑声。是的，五年前岛上的居民每天早上都听到莘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当时接叶贵是闽江学校的华文老师，兼教算术和地理等科目，生于斯长于斯，又在这间简陋的小学里度过了27年的粉笔生涯。往日的点点滴滴总是令他不能忘怀。我是在战后，是1940多年是1944年代末期啊，在岛上的唯一华校，就是私立的闽江小学念小学。当时呢，我们是没有校舍，我们校舍是设在戏台啊。我学生呢都是超龄生啊，而且男生呢比女生多，因为当时是战后，人们生活呢是很清苦的。岛民呢，他们的孩子啊都是受了4-5年教育，他们就停学了。所以到我们那一届呢是剩下2个人啊，也我们学校呢也是特地给我们安排完成这个6年的小学，那么我们出来读中学。当时我们校长呢是带我们到中正中学总校了啊去报名。那年是我毕业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小学校长，就是岛上闽江小学校长呢，他就叫我回去当教员。因为我从小这边长大的，每户人家啦都会认识我。在教学方面呢，不管怎么样处罚啊，这些他们都非常信任我们。家长呢从来不会责怪我们啦，就是我们也是把他的孩子当成我们的孩子一样看待。他们孩子有些家境比较清苦的，有时候小孩子啊，他们到放学以后啊，会到海边啊去抓些虾、抓些螃蟹啊来卖给老师。我老师呢就为了讨好学生的这个孩子们的高兴啊，也乐意的给他买下来了。我在那边呢一教了，从1959年呢一直到1985年底，一共呢是27年了。是因为岛上的居民越来越少了，学生呢是从300-400位的到了最后剩下10多位了，所以不得不要停办了。随着岛上唯一的华文小学和马来小学在80年代前后关闭之后，在岛上的学生就得到靠近乌敏岛的樟宜、淡滨尼和乌洛一带就读中小学。由于孩子们上学和放学都要乘搭渡轮，交通不便利，所以许多岛民纷纷在新加坡本岛申请祖屋，举家迁出乌敏岛。这么一来，岛上的住民就越来越少了。根据最新统计，目前只有166户人家还住在岛上，
人数不超过600人，其中华人占2/3以上，他们大多集中在码头附近一带。凡是要进出乌敏岛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个叫街场的小市集，这里成为了岛民碰头聚会的中心。每天清晨在这里喝茶闲聊似乎是他们生活中少不了的一部分。吴木耀就是其中一位天天报道的座上常客。老吴其实已经退休了，不过他不喜欢无所事事的生活，因此负起为采石场领取炸药的工作。喝过早茶后，老吴就前去上班，大约中午时分就下班了。对于这样的生活，老吴感到心满意足。老吴是在32岁那年举家搬来乌敏岛的。几十年来，他和太太含辛茹苦地将5个儿女抚养成人，其中4个还受过高等教育。农家一大了三万口半，趁家有个结婚，有个有个话口半冇错啊，要伊能口半趁家有便利啊，要能能你吃这杯吃贵些了，空气又好又正。哎呦，我搞个家庭群组，我大家来摆落去等去啊。我该惊惊松啊，三马来来来，我该政府处个成都啊。既要与妻儿团聚的天伦之乐，又舍不得简单淳朴的田园生活，老吴在鱼与熊掌之间竟也找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计。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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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旺克基一辈子都是靠海吃饭，今年70岁了，他还是每天清晨3-4点起床捕鱼捉虾，来维持他和老伴的生活。他们共有8个儿女，如今有的搬出去了，有的结婚了，家中只剩两老相依为命。孩子们的离去并没有改变阿旺克基对乌敏岛的依恋。要搬到新加坡很困难，走动不方便，我们靠海吃饭做鱼虾过活，到新加坡生活就困难了。这里过日子比较愉快，可能的话我愿意永远住下去，身体不健康才跟孩子一起住，如果他们愿意我们才去，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去呢？不过在乌敏岛上也不尽是救人救世。近一两年来，岛上大片礁林被私人开发为湖基园，从事大规模的种植。不过由于雇员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工作，所以员工流动性很大。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要以胡姬花种植业来吸引人们到岛上定居的可能性不大。乌敏岛的另一项新发展是养虾业，
从岸外200公尺、水深10公尺的海底抽取海水到虾池来养虾。这种高科技方法需要庞大的资金才能够经营。目前，一家外国公司正进行这方面的投资。饲养斑节虾，有时也要动用到潜水员潜入水底，观察虾群是否平安无事。这项高科技行业不需要太多员工，所以要以养虾业来吸引许多年轻人在乌敏岛住下来，并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想法。近年来，浮动在乌敏岛岸外的海上养鱼场有增无减，目前已经有30多个。但在养鱼场工作的员工并不住在乌敏岛，他们对这个小岛没有感情上的牵挂。岛已经伴随着新加坡走了140多年的岁月，100多年来，它繁荣过，它没落过，而乌敏岛近期的发展似乎不太可能再度吸引年轻人到岛上来居住。不过，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宁静的居住环境，却使上了年纪的父老愿意留在这里度过晚年岁月。淳朴的自然景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纷纷前来寻幽探觅。目前，政府已经计划将乌敏岛发展成为探险乐园，打算耗资2400万元扩建外展学校，成为一个全面性的户外训练中心，为年轻人提供多样化、粗犷的户外活动，并让他们有机会领略乡村风貌和田园生活。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乌敏岛将成为我国本岛以外，远离尘世的一片世外桃源。
西京岛，一个远离尘嚣的小岛，200年来一直保存着淳朴的风华。这个新加坡南部岛屿中硕果仅存的甘榜，有过什么美丽的传说？它将如何接受命运的安排？星期二特写，12月11号晚上10:30第8播道。